嗯，大的六可以不用停，虽然是红包六六六，但是你们的六也可以不用停哦。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舞蹈，我们开始跳我们的第一个舞蹈了。话不多说，在这送新的宝宝，还有送礼物的宝宝，我吹一脚掀裙子，他这个跳着跳着就会起来的。但是的话，其实里面穿了你们最讨厌的万恶的打底裤，所以吹起来了还是不会有什么的。没起来我看不到，是吗？没看到吗？是一个白色的万恶的打底裤。先送礼物的宝宝，感谢。然后我们的星星点一下，我们的星星有1000多个，咱们加油，我们将要到1500、1800，然后2000冲刺，打底裤都没得，是吗？没看见啊？那待会跳上你应该可以看见。然后我们选一下第二个舞蹈，选一下我们的第二个舞蹈，
谢谢陈思雨红哥哥。我们选一下我们第二个舞蹈，第一个刚我跳的第一个呢是 Alone， 然后第二个春姑娘，第三个泪流，第二个和第三个哟，第二个和第三个，大家选一下，我开始截图了，大家选一下第二个和第三个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好的，第三个是吗？那我们先跳第三个，恭喜小屁孩，恭喜，这次居然抽到第三个，那我们就老老实实跳第三个，谢谢送花花的宝宝。然后这个麦序的话，这个麦序的舞蹈基本上偏成品比较多，然后的话动作都是以抒情为主，所以的话下面一个宝宝应该大家可以看到激情的哟。一般的话两个麦序我会选择一个麦序激情一点，然后一个麦序抒情一点，然后泪流我们开始跳起来。对的对的，小六六可以扣一下。
啦啦。哦，第一场我也看了，第一场我也看了，是吗？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，谢谢大家的夸奖哦，然后谢谢我们送心送花的宝宝，感谢1500了，主播好漂亮，谢谢送心送花的宝宝，还有我们送礼物的宝宝，感谢你们，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，但是我们能更热情一点吗？咱们可不可以更热情一点？我们的心心可以上2000个走一走。我们上2000个走一走，默默早安，八戒哥哥上午好，早安。然后呢，我们麦序上的宝宝关注一下1号麦2号麦1号麦2号麦的关注。然后呢，我们五星五星嗨一翻天的预约在屏幕的左上方，屏幕的左上方有五星五星嗨一翻天，感觉我嘴要瓢了，感觉自己嘴要瓢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舞。最后一个舞的名字叫做春姑娘，这个名字叫春姑娘，1800了，大家加油，还有160个，对，160个，数学还是学得很好的，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始了，这个麦序结束之后呢，我就下去了，所以大家要记得点一下关注，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，不喜欢的也可以点一下关注。大熊那样的大哥吗？大哥也走了。大哥应该走了，明天可以接着来，这个时候还可以有红包可以拿。有了关注，好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一支舞蹈送给大家。我的音乐在这里，这首歌送给大家。好了，我看时间不多了哟，先不。